成语接龙。老师啊，这好好的上课他不香吗？玩什么成语接龙啊？是啊，老师，我不想玩。我也不想玩。你们确定不想玩吗？老师这里可是有奖励的。奖励？老师，什么奖励啊？是啊，没错，奖励就是这块稀有色的起泡胶。哇，稀有色，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哎呀，看得我这少女心爆棚啊。这个稀有色我调了9981天都没调成，太好看了。看来你们是都喜欢这块起泡胶了，那咱们成语接龙就开始吧。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这起泡胶啊就归谁。好，那我先给你们开个头，为人师表。表里如一，一闪而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花流水，水深火热，热火朝天，天兵天将，将功补过，功不过，万物所以，一景百，百里挑一。好，胖妞继续。好，一人当先。一人当先，不错。月月能接上来吗？能。千山万水，漂亮。貂蝉继续。水阔天空。貂蝉，老师听过海阔天空，这水阔天空哪个老师教你的？这个我自编的。怎么样，老师，我聪明吧？还聪明呢？错了，你已经被淘汰了。就是啊，貂蝉，那是海阔天空啊，该我接了。水性杨花，花残月缺，很好，继续。缺一不可，可有可无，无法无天，天大地大，大同小异，异口同声，声情并茂，貌美如花。哎呀，月月，咱们玩成语接龙呢，你夸我干嘛？胖妞，谁夸你了？我说的是成语。就是啊，胖妞，赶紧继续接。啊，花花绿绿，绿水千山。山可拿不倒我，山穷水尽，尽力而为。尽力而为，为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为。胖妞，你赶紧接啊，要不然这起泡胶可都是月月的。快点！啊，为所欲为，为所欲为。我说你们两个这为所欲为，要为到什么时候啊？老师，你不是说谁接到最后起泡胶就是谁的吗？我要跟他一决高下。对，老师，我们还要继续接。你们两个要继续接的话，接到明天、后天、明年都接不完。那我们不管，谁接不出来算谁输。对，为所欲为，为所欲为。哎呀，停！为所欲为。